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大家好。这个那么欢迎大家光临我们今天花儿乐队的明星记者会啊，本人是他们的经纪人沈哥。那么今天呢，再次拜托大家了，帮我们家花儿多多的宣传，谢谢。好，请坐请坐啊。今天好像花儿这个乐队成员呢，好像是少了两位哈，但是那个我相信这个等一下在访问当中呢，我们那个气氛也应该觉得那个有没有那两位也都还好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两个还是非常重要的，他们俩捣乱合适啊。对，我就希望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能够多多帮忙，多多发问，主要问一些关于我们家花儿这个音乐上面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一下，首先哪一位要先问呢？啊。这边呢，这位漂亮的小姐有请。那听说之前您去美国的时候，大张伟在入境和出关的时候都遭遇了一些尴尬，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？是不是他长得像闺蜜爸啊？有这样一次吗？没有，其实不能乱造谣啊！我跟你讲啊，这是被媒体讲的。这不是这样的，就是那是去美国，我去我的母校，我从美国加州牛津大学毕业，然后回到祖国为祖国做贡献，说想回母校看一下，然后后来，然后那个人他居然觉得我长得太像富商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想，所以说呢，他就把我扣留了，后来还是把我用凯撒车给我送走了。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可能就是通过大家口口相传呢、会有一些演绎和变化啊，希望各位媒体的朋友能够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哈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那个细节呢？还有什么细节吗？没有什么细节，就是他就让我那个看看我，问我什么资产多少亿，然后多少栋房，在美国还想住多少天，然后看准备什么车接我，用什么女孩陪我，用什么样的东西，就给我问清楚了，这样他接下来在美国他不敢得罪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逗你玩，你辛苦。不可以对媒体这样子。没有啊，对，得罪媒体是很大的事情。你没看见他五角星贴脑袋上吗？没有，他说那个什么，不是，这就是鱼目混杂，咱们不要把苍蝇放进来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据说那个机场上拿小白牌左拍右拍侧拍前拍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知道什么叫据说吗？据说就是你没看见，你没看见你问什么劲？好，这句就回答的好了哈、就希望大家那个还是要擦亮眼睛啊。这个读者负责任。对对对，传闻那种据说呢，就不要再这个添油加醋了，对、好不好？还是把这个问题。但是出来的版本还是说有那个郭阳，然后卷着裤腿捞鱼，然后被人说成那个什么来着？中国渔夫在美国。是这样，然后像我是留学回来的嘛，他是流浪回来的，所以说这个不一样。他在路边，他就经常就是会吃一些那些鱼啊。对，因为当时就是说条件比较艰苦，我走过去以后看湖里边那么大的鱼，我也想就是最近可能这饭要的不太够，所以说赶快跳湖里多逮两条，然后要不然免得冬天没得吃。确实是这样，然后郭阳特别热爱小动物嘛，对，我相信我就在这里也要环保的意识提一下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热爱小动物，因为它们非常好吃。我们继续把问题回归到音乐上面。哎，这位长得貌似那个刘宇君的朋友。那个我刚才看到 MV 里面一个镜头，就是你们好像拿那个榛子的来吓唬人。我不知道你们现场能不能展示一下，现场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恐怖的气氛。啊，这个不好意思。我们准备道具了。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光练不说啥把式，边说边练，咱们是真把式。经纪人，我们经纪人来，我们经纪人模仿非常非常像。来，你来模仿这个，我们这样容易带的。我是这样觉得了啊，这个曾经呢，我在没有，不要这么说了，你欠我们那20天都还呢，赶紧快来来，他再跳起来啊，来。你说这人不打扮嘛，就是不好看，这人一打扮您再看。榛子好像没有戴眼镜的吧？那你可以戴吧。好，那你们总得也得贡献一点什么，好不好？你们要配乐啊。配乐。那个最活跃那个记者来。那位记者也上来，那个一边眼镜的那个。来，说你来，说你。上来一下。Apple。你腰也。姑娘呢？你腰也不好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关心那个王宝强啊 ？OK OK。好。干嘛？很好，可以。准备好没？好 ，Music Go。中国人怕鬼，外国人也怕鬼。
说是现在的这个媒体记者有多难搞。没有，我的眼镜呢？啊，这眼镜啊，眼镜。哎呀，他看不见了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这个你要没有眼镜，你还能继续吗？不好意思，观众在哪？观众在哪？现在的媒体记者真是要求太高，普通的放放 MV 什么讲讲笑话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。对啊，现在就是因为生活比较好，大家需要比较多。不是，因为我看出来今天来都是汉族，不是满族的。特别戴的这顶假发我们也很喜欢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这个下次 MV 希望有机会能够用到，希望能有机会啊。我们可以介绍一种一个产品，就是花洗宝头。对，这个产品非常之好啊，它售价只有13块钱，里头有两包，然后呢每天听两遍，早一次晚一次，然后白天听白天，然后呢保你在一个疗程之后15天之后调转，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踊跃购买，一次买10包赠送一个静美微笑，1、2、3。哎，谢谢，这边举手，你要买几包这？不是买几包的事，我想，哎，大哥，你们那都治什么病啊？是什么病？腰间盘突出，然后这个还有一个主题歌，来，在大屏幕来放下这个主题歌。我们现场收费啊，现场收费来。哎，没带，这是我名片，真的。哦，好，我就把这专辑拿走，特别好。哎，好，谢谢你。啊，谢谢。角色突然转换，王文博、石星宇坐到台前，这二人又会带来什么绝活？精彩内容就在明晚明星记者会。